嗨。嗨。你不会是来接我的吧？啊，对啊，我来接你的。你姐呢？我姐在上面陪客人呢。陪客人？啊。她上次跟我说没客人啊。哎，我外婆介绍过来的一个人，我们也不太熟，在上面聊天呢。行呗，认识认识。哎，沈哲。啊。那个，这不过年吗？家里客人多，你上去可能坐不下了。哦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陪你在附近转悠转悠。我俩转转。啊。算了吧，我怕某人吃醋。啊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那什么情况啊？你不是说你不来吗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他不让我上去。怎么？不方便啊？我跟吴白说几句话啊。啊。那个，我姐呀，她没有跟我爸说她交男朋友了。啊。但这也不能怪她。他肯定是想着相处久了，再带他见家长嘛。而且我外婆介绍了一个男的过来相亲，沈哲要上去了，那壮年的肯定得打起来呀。跟你姐相亲？不是，不是，我那跟你相亲？啊不，也不是跟我。我怎么说，是我们三个人一起。三个人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外婆介绍他以前的一个学生过来。他想让我们三个人一，哎呀，我给你解释不清楚了，反正你别误会，我跟我姐都不知道，反正我们谁都不想相这个亲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拖住沈哲，别让他上去，免得他上去就乱了套了。听懂了吗？懂了，我去跟他说一下。有什么情况？啊，有话就说呗。爱静，爱静在楼上跟男人相亲呢。哎，沈哲，不是他怎么上去了？我不是让你拦住他吗 ？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